篇章的七统，中共的八条啊，那有没有机会呢？这个万子的连结哦，很重要一件事情。我白皮摸成砍砍章，给自己一个机会。杠上用摸什么呢？而且呢，洪杰这个统治啊，已经完整了。雀萍姐这边条子完整了、哦、是。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然后又有一个一条对的样子哦。而且这个筒子跟万子一四筒一四万哦。哎，导播那个东风 ，OK， 它不是一条对，它是一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要一个二条、哦。哇，慈雅这个先走这个七筒，因为搭子够了、哦，反而决定了庆祝这个边章七筒很重要哦。慈雅这样走，来到两对半的一进厅了、哦、嗯，不过青珠这边思考一下，如果简洁快速的话，是打二条啦。下家吃起来。嗯。七万先走。青珠这边等于是多头的听牌哦，靠张了，靠了什么万字吗？哇 ，OK， 听牌七万边张是。七万目前看起来才刚打过吼，红姐闪掉了吼。对，不过慈雅只剩绝章的七万了啦。是的，慈雅这个七万要打应该不容易吧？杠定。要换一下吗？打九万。打九万一样听七万啊。不过可以往前再靠牌啦。哦，暂时先不要。哦，对吼，学友说的没错。这个连庄自摸就是基本上有七台，再加自摸就八台哦。是。现在再中动一个的话，就是九台哦，基本上有机会逆一哦。对，不过慈雅九二十八两千八，七万真的要看一下、哦，八千多有机会直接逆一哦。这个绝章！哎呦！天哪！太绝章七万自摸直接逆一啊！这个没有到最后的时候，真的不知道。刚刚才讲着讲着，哇，哎，这个边章自摸，这个连庄三相当重要。本来想说慈雅有没有机会是做现币的，吓死人啦！哇，外面普天同庆了啦，真的，这一发不可收拾啊！哇，这个奠定很重要一件事情啊！哇哇哇！第一名跟第二名同登同分啊，哇，不仅逆一，直接追到第一名了，同登同分了，然后第二名是哇，紧追在后哦。